酸奶和牛奶，乳酪奶，牛奶原味的。我本来想学一下尹浩翔的那个无比的摧残，无比的摧残。
嗯，他是怎么回来的呢？什么？就是他出去了之后。出去之后不是？他出去之后咋了？就是他去把他追回来。为啥？就因为他说要弄那个气息，要弄到40秒，然后前面我没弄到，然后他就追了。我笑了，我信了，你觉得我信吗？他瞪你了吗？他瞪你了，再瞪你。这玩意儿挺好的。呜！在中国先吃不了，你们要排队吗？因为出不去啊。可以吃了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拍一张，发给那三位朋友。那三位朋友万一打你呢？顺便。我直接发这个去。发吧。我以为我很好。你要不要说一下。很好。那在家躺下的各位啊，看一看，看一看。哎，这个味道也就一般嘛，是吧？是不是？简单了就味道，这太一般了，太一般了。哎，加油加油！再来一种。真的很不想吃这个，他们非逼着我们吃。对，我们今天本来不想吃的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吃了，再见。给他变个魔术。
再和妹子们说一遍，如果我连续三次看到你们的话，我就会报警了，不好意思，请不要跟着好吗？谢谢。